你连脸都是别人的。对。看，我刚擦完而已哦，我脸是变亮一度。直播带货吗？两个月，一场这样2万多。那我也不知道你讲，这个就是。草草好好。旁白哥抱抱，天道德行直播带货时薪10000，谈陪酒指控多少有影响分手。做生意了，用到这个角度，都要稍调整一下，额头卖稍扎一下。是二三立30周年大戏《天道》巨复杂的角色郑素媛，竟然是变脸加人脑重灌系统的万董夫人丁慧娟呐、啊，真的很可怕。对，你就是代替一个人活着，你只是一个替身哎，你想想看，你只是一个工具，你是一个工具人哎，这个概念哎，你连脸都是别人的。对，德馨的脸总是焦点，这么亮丽可有微调腻。嗯，可是另外一般都会叫，都希望我不要整形。我说我想弄鼻子，我想弄什么弄，不行、哦，真的不敢动。还有一个很大原因就是网友现在很毒，就是说忍不住脸啊，因为我在虾皮直播，我要一直。试用那个产品，然后告诉大家我的状态，然后跟大家分享，所以也不能太夸张。本想淡出八点档，却又被天道召回。宗教研究所毕业的他，又要尬戏，又要想论文，还要开直播卖东西。哎，何时开始的副业啊？直播带货吗？2个月。虽然我目前是领时薪，就是说我直播几个小时领时薪嘛，就是说哦，我今天业绩非常好了，那我觉得抽成比较划算，那我就抽这样。自由度蛮高的哎。一场这样2万多。演戏也其实有自己有脚本，对，你要去消化，然后去内化。那跟你面对2个小时里面，这个场面是你自己 control， 然后你要一直不断的讲，然后让这些人能够来购买这个商品。你想想看，里面那个 content， 像清酒酒粕啊，日本的黄金曲啊，得心应手了吧？我的德心，这里，得心应手是我卖场的名字。你每天在那边小剧场。要不要好好做拍戏就好？可是拍戏不能拍一辈子啊。他毛起来存钱，想买地盖道场结缘。形而上的神奇，他参透了。那位控诉他陪酒的前任广红一放下了吗？我不知道怎么讲。这个就是草草好好，也会互相关心，所以未来怎么样就也随缘。他说我想碰，我说哦好，那没关系啊。啊，该不会是被陪酒指控影响的吧？多少有影响吧，多少也不重哈、哦，我不会来到这个说啊，不然你就不会来了，真的，各位都是。三立娱乐新闻，不亏是念宗教系的、啊、报道。